家系22点正，咁夜嚟到兆康站做咩？梗系嚟搭 set01 啦。有人挡机，去和田村。港铁巴士新界西北路线 K54， 循环来往和田村及屯门市中心，途经恩田村、港铁兆康站及新墟。首条途经香港主要干线之港铁巴士路线，冷静少少。透过巴士路线计划开办的港铁巴士，你都要搭一定有两部。我唔阻你，你慢慢。24区未来人口增长，运输署于2019年小心影到你哋啊！年度巴士路线计划中建议开办6条以该区为总站的全新巴士路线。其中一條往來變綠咗好多喎、回程途經屯門醫院及健身，以公開招標形式決定營辦商。嗰部 MV 唔好同我噴，一噴先。24區至兆康站的路線交流港，成班咪阻住啊！以提供鐵路轉乘優惠，並建議將該路線延長至屯門市中心，以加強24區與市中心的連接。其後，運輸署於2020年十月修訂，成班咪阻住啊！主角今日唔係你啊！你完啦，我影完啦，我影完。中心來回取到屯門公路往返兆康站，謝謝啊！你個頭，你個頭謝謝。再經沿你哋兩個頭都謝謝。遠及遠生，再大的服務改由另一條往返屯門站的全新招標，成班你都謝謝啊！走啦走啦，咁542都谢谢啊！快啲走路啊！都走唔到啊！等佢下站为此路线举行启动。喂，你嗰边嗰边，视乎客量需要 ，K54 线设有开始动物园咁喎。及兆康站北的特别咩动物园啊？真系谢谢喎！假的动物园啦，哎呀！你听嗰边，动物园咯，只手都谢谢啊！你听嗰边，哇！冇得插队啊！好恐怖啊！当然恐怖啦，仲恐怖。系咪第一次咁上条路啊？放大点啊？放大点？喂，冇位啊！哇！我哋实坐车头嘅。我哋点上去？呢个总站啊，应该。系啊，总站。总站啊，呢度系。总站仲多啊！你冲啊冲啊！几多？诶，咩咩咩？我一隻驚啊魚蛋啫，魚蛋應該入唔到嚟嘅。啊，阿記者喺度嘅。我個 friend 喺邊咧？嚇！哇，睇下卡住曬喎上面。卡住曬個上邊。卡住曬個。落唔到嚟。喂，嗰度我哋又冇喺兆康度，係咪？兆康都入唔到。兆康應該入唔到。你知唔知點解會用特別班次？我想嗰邊。嗰只系动物园嚟噶，咁多人。喺我用循环线运作嘅话，佢即系赚到你一次钱。如果你系咩啊？用特别班次运作嘅话，你去影相。系，唔该晒。嚟啦，好，唔该晒。耶！唔该晒。耶！好，唔该晒，唔该晒啦。动物园。到时阿奇 Sir 嗰啲会揾我哋啦。咩奇 Sir？直播啊！我哋下嗰個騎士咯，應該係。MGO 喎 ，MGO。我發俾騎士睇啊嘛。我哋開咗直播啊，開始直播。動物園啦，動物園啦。動物園喎，你估喺邊度係動物園？唔知啊。你小心俾我影到啊！我先唔會負責噶。黐線！你講咩動物園嚟嘅？動物動物園啊！講咩動物園啊？唔係，動物園一咯，兆康動物園二，動物園三。应该做动物园啦。哇！黐线，阿爸爸超级啊，超级动物园，超级动物园。我到底咩事啊？开嚟啊！人员啦，呢个叫。搵咩事啊？咪插我第二个啊？
幾時開始啊？佢落曬客之後咪開門咯。但係佢整嘅絲牌喎。咩啊？梗係啦。驚嘅，睇住嘅，你一二三隻手，阿成喺前面睇住噶嘛。我有人穿隔離你公司的制服喎。其實我都有的。你有冇巴士制服啊？收工。係，我有制服。啊，你有啊？你著啦。嚇？下次先著。等佢隔離公司搞嘢，我先著嘅。我尊重翻嘅。開門未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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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度就開幾樓？兩樓就好。我哋上呢班咧都係數手數，冇咁受，冇打爆，打得唔爆啊！要數嗰邊，要數，你幫手數人啊！喂，你廿位喺邊度？喂，你廿喺邊度？都爆位嘅你。你估下到條康站點解到條康站會唔會咁開心？都會，都會。會唔會摸嗰班都想買？到底魚蛋頭喎、啊？誒，魚蛋頭啊，魚蛋頭啊，誒，嗰、那個魚蛋頭啊，有冇得食咖喱魚蛋啊？魚蛋頭啊，魚蛋頭啊，走咗啦嗰度，嗰度啊，喂，你估係咪？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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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多謝你圍棋零信圍棋一日啊圍棋一日圍棋一日冇唔係係十分鐘啊個瘋狂中文啊我咩玩法啊嗰、那個係咪姓金嘅阿生啊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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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跟住，一齊過嚟。跟住，開門。唔該曬老鄭啫。鄭姐啊，嚟。跟住啊，太忙啊。可以搶車頭位，可以搶次嘅。車頭位我咋？顛咗。好似手持啊。好啊！
車喺度，邵康最後開一班車，開埋最後一班車啊，邵康啊！你插我隊啊！你插後面嗰個隊啊！送俾大家呢一首作品，我直情系唔知道。你听下，你听下。真系天唱，得唔得？你识唱噶？试下。默默地喝着茶，暗中的计算。将狂志，若是没了事，你怎会约我相见？风手讲到了嘴边，让静默去蔓延，救不了你太多片，逃走还敢？事实上对白已经练习十余篇，临阵却觉得心软，无需打开天窗，能装不知也算体谅，狠心揭破真相，无非想扮成实来换输场，无需看多一场，实在撒手还会心伤。今天晚宴就由你负责。几时学的？今日咁忙都仲有时间学新歌，好犀利！自问亦有影像，未愿暴露惆怅，我会扮作无人欠我，分手只因我傻，无需打开天窗，难装不知也算体谅。Oh, yeah.
感谢你收看，记得订阅、like 同分享。